停！啊，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哎，新郎官，怎么了？我急着上茅厕，你们等我一会儿。这怎么行啊？这不行！哎，新郎官，这什么时候了？这，新郎官！淑涵怎么还不来啊？找到淑涵了吗？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迎亲的队伍走到半路上，说新郎官要去内急，这一去就没回来了。珊珊，别急。别提唐淑涵，不想活了。听话，好孩子，别哭。我没脸活了，珊珊，不许哭。我们徐家受欺负，哭的不是我们，我要让他们唐家全家哭。唐夫人，这二少爷在娶亲的半道，说是去解手，就再也没回来了。你说什么？这小子就这样逃跑了？围起来！来了！哎，是谁啊？什么？谁啊？站住！不打！你们干什么呢？让开！国庆花是谁打人的？好，今天算你走运，有人护着你，走。兄弟，你没事吧？哎，忍着点，一会儿就好了。哎，再忍一会儿啊。刚才你不是当新郎官拽了吧唧的娶新娘吗？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呢？哎呀，你看人家已经半条命都快没了，你就别再说了。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别说了。你们谁能告诉我，素云到哪儿去了？啊？往南没多远，有一大片稻田，素云就在那儿干活。你们的女儿婷婷也是在那块地里出生的。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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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可想你了。哎，你怎么可以抱别人家的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啊，你是从那个娶亲的地方逃出来的？那你赶紧回去啊。我这才刚找到你，你就撵我走啊？我不是撵你走，你娘可能出事了啊，可能现在她已经死了呢，可能是抹脖子上吊，可能是吃老鼠药。你瞎说什么呢？哎呀，我没瞎说，是你娘亲口跟我说的。要是你不娶那个徐家大小姐，她就死给你看。我娘是这么跟你说的。嗯，你就是太善良了。我娘她随口说说，你也信？她不是随口说，她是很认真的说的。哎呀，我自己的娘我还不了解吗？放心吧，没事儿。可是，她真的是很认真的说的呀。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把你带回去，从此以后我们一起过日子。舒涵，我觉得，老实说，我真的配不上你。你是真乖。素云。在爱情当中，没有配得上和配不上，只有爱与不爱。说真的，我是爱你的，你也爱我，对吗？爸，跟我走吧。去哪儿啊？回唐家。回
回藤家。我要跟我娘说我会娶你。再说了，真的很快呀、我不信我娘会舍得。婷婷从小就没有父亲，在泥巴地里长大。婉如，慢点。素云，跟我走吧。孩子考虑考虑，他现在长跪不起，怎么能受得了呢？婷婷，站起来。孩子站着，我带他继续等，直到娘出来。你说你们？娘，舒涵他们在外面跪了那么久了。要不然，让他们进屋来吧。娘，你看老这么跪着也不是个事儿啊。那是他自找的。他一个人得罪了徐家，却让我们全家人一起受罪。明天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你们俩知道吗？要是谁再敢替他求情说话，甚至让他进屋，我一并赶出去，听见没有？是何苦呢？你喝点儿吧，就算我求您了。刘妈，在这干什么？谁让你这么做的？下去。娘，您听我说。我不要听。你无非是想跟我说，你要娶这个女人，对不对？可以啊。除非等我死了，如果你还要做唐家的子孙，还要回唐府来，就马上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否则我就当做没有你这个儿子。娘，您看看婷婷，她是我的骨肉，是我们唐家的骨肉，您不能这么强行的把我们家三口拆散啊。娘，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有他们就没我，自己好好想想。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舒涵，你先回去吧。真的，我和婷婷没事的。你娘养了你这么长时间，你得听她的话。
别让他难过啊！为什么要听他的？他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我明白。真的，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回去吧。你要是现在跟我走，以后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快了，看我们这一表人才啊！对对对，一表人才，长得真俊呢。谢谢各位了。哎，快点收拾啊，赶紧去迎娶。我去看看新娘子准备的怎么样了，快点啊！快去快去。娘，好了。哎，没事没事，我来。云儿。把这饺子就当做元宝，多吃一点，明天好到上海去。您吃吧，来，云儿，来。这是干什么呀？您不是说这金镯子得等我出嫁的时候才给我的吗？哎，云儿，你这一走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如果这半路上碰到一个合心的，忙忙活活的把自己给嫁了，到时候你到哪儿找娘来要镯子？来来来，娘给你戴上，戴上。这，娘，那我就更不能要了。您看您哭什么呀？真是的。我呀，要是您不在身边，我跟谁成亲去啊？您真把我当野丫头了不成？也不知道哪一个野小子能看上你这个野丫头。哎，娘就错了。那看上我的，我还不一定看上他呢。但是我要看上。嗖嗖嗖嗖，一套缰绳，看他往哪里跑！娘，我总算套了一个好女婿。哎呦，吓死我了！好女婿也替我物色一个呗。你男人不在长春吗？一女不是二夫。哎呀，我守活寡都那么多年了，也不容易了。你看，今天你成婚，我也跟着臭美了一把。嘿，你那花花肠子，响当当，响当当，新郎官来请客了，来了。新娘子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好了，我看看。什么？现在？哎，当然现在了。等，给我看一下。哦，盖上红布头。哎呦，新娘子来了。人生增量竟然拜天地回眸沾千杯顷刻我醉醉在你身边无奈红颜多愁人生悲不行，就算舒涵的娘不同意我们成亲，该行的礼我们还是要行的。舒涵，不如我们就冲你们家拜三拜吧。听你的。对对对，行礼如仪，素云说的对嘛。哎，那边。啊。
舒涵，那要不也给我娘拜三拜？应该的，我们家在这边。琴弦弹指之间，化成云烟。好，夫妻对拜。不忘的全。动什么洞房呀，真是的。哎，人家都是老夫老妻了，你看看婷婷都两岁了还送入洞房呢，赶紧揭盖头，揭盖头啊。就在这揭吧，舒涵，揭盖头，揭盖头。哎，快点，快点，揭盖头吧，快呀，快点，快点，快揭吧。素云，快点。啊，你觉得，我是说，你觉得街坊邻居帮我们布置的洞房，行不行啊？要不你先睡，你先睡，你先吧，你先吧，哎，你先，哦，我帮你铺床啊，一起睡。也行。怎么了？没事儿，我脚抽筋了。没事吧？没事。我睡了。过我的身边，不管多穷多累，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卖掉。这些年苦了你了，
从今往后我们共同患难，永远不分开。我不苦，有你在我身边，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何况我们现在还有婷婷呢。哎，对了，婷婷呢？婷婷被春花带到她的房间睡觉去了。哦，那就好。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就跟做梦似的，我都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卢叔啊，咱们这次八方雅集的开幕真的是很成功，业界的很多前辈都来捧场了，而且报上的反响也很好，辛苦你们了。小姐，您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要不是老爷和夫人去的突然，小姐您也不会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大业大的责任呢。不过现如今，咱们八方雅集经营得好，也可以告慰老爷和太太的在天之灵了。嗯。志远，卢叔，你看，这不是志远吗？你看，卢叔，这是志远吗？他没有死吗？小姐，这志远不是在您面前去世的吗？这人死了，哪有复活的道理？卢叔，你说的对，志远他是在我眼前走的，是我亲自安葬他的，也是我亲手为他点的长明灯，他怎么可能出现在我的眼前呢？一定是我太思念他了，只是长得像罢了，是我自己气人吧。小姐，您看这报纸的图片呢也不清晰，您看这轮廓像呢就误以为是他了，这也情有可原。照我说呀，您别太往心上去了。卢叔，你先去忙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出去走走。对，小姐，我陪您一起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哈哈，淑香啊，你的眼睛看不见，这地扫得倒挺干净啊。这活儿我干惯了。那就好，淑香啊，你还是要将心打开才是。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是难以平复的，阳世间的父母，长久的挂念往日的骨肉，
这对于一个夭折的孩子来说，又增添了一个不孝的罪恶。秋香啊，两年多了，放下吧。多谢师父开示。阿弥陀佛。不下我，所以才会在我身边守护着我。芷媛，你知道吗？我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你走了以后，你娘也不见了。是我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秋香姨。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找到的。好好的照顾他。我本来想跟你一起去的，但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我只有振兴八方雅集，完成我父母的夙愿，才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芷媛，如果你泉下有知，我请你保佑我，帮助我。卖风筝嘞，卖风筝嘞，卖风筝。好了，我们在这儿卖吧。妈妈，那只大鸟真好看，我要大鸟。婷婷啊，那个呢不叫大鸟，那叫风筝，你是不是想要啊？妈妈给你去买啊，但你要在这儿帮妈妈看着摊子。买风筝啦，买风筝，买风筝。哎，姑娘，你买风筝？哎，这多少钱啊？这个蝴蝶啊，15个铜板。15个？啊，对啊，15个可以买20个鸡蛋了，这么贵啊？那你买小的，5个铜板。这个啊，2根棍，1张纸，你买5个铜板，那抢人不要棒子的。你便宜点吧，多少钱？还不能便宜，就5个铜板1个。3个。5个。3个。起码5个。哎，算了，你买不起，走吧，其他地方去看看啊。来，卖风筝了，漂亮的风筝，卖风筝了。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吗？我就不信没有办法。哎，这位，哎呦。高先生，啊，卢叔，哈哈哈哈，我们家小姐不在，不过她说了，她12万分感谢高先生啊，对小店呢所做的宣传，哈哈哈哈，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卢掌柜客气，但是我高某来，不是为了这个。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啊，高先生在新闻界那是鼎鼎有名啊。等下次有时间，卢某一定请高先生好好的喝两杯。那高某先谢过卢掌柜了，但是下次希望谢小姐能来，告辞。好的，不错吧？告诉你啊，这是爸爸亲手画的。真的喜欢？喜欢。
先别动，先别动，马上好了。糊了！哎呀，我的杏仁茶！哎呀！啊！啊，怎么了？你看看，阿姨还闻，你没闻见糊味重啊？这都坏了，怎么办呀？我让你看这杏仁茶，你看哪儿去了？哎，媳妇儿，你看怎么样？看得真好。可是我今天生意怎么做呀？这杏仁茶都糊了。这都怨我，我刚才画得太投入了，却忘了你让我看灶上的东西了。不过这也是，咱们俩结婚以后，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干，帮不了你，苦了你了。哎呀，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呢？还分你的我的，我再去煮一锅啊。不如我去帮你吧。不用。哎，上茶。哎呦，唐太太，哎呀，稀客稀客呀。徐董事长，好久不见了。啊，请坐请坐。唐夫人在这等了很久了。唐夫人今天来有什么事吧？老爷，唐夫人是来兑款的。兑多少？她要兑全部。全部？掌柜的，哎，我记得他们存的是定期，提前兑之，可是要赔偿损失的呀。老爷，按规矩是这样。那请问怎么个赔法呢？扣除七成本金。什么？扣除七成本金？徐董事长，您这不会是拿我们唐家来寻开心吧？听唐夫人的意思是只许唐家寻我们徐家的开心。徐董事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们对火锅是一直耿耿于怀，可是我们……好了，不用说了，白纸黑字的合同都写在这儿，对与不对都在你。我有事出去一次。石飞，哟，哎，这个菜怎么是这么摘的呀？那应该怎么摘？哎呀，我是你这个脑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你问他。我看你辛苦，所以我就帮你摘菜。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觉得这个干活是女人的事儿，你呢，画好你的画就可以了。哎，这少爷沦落到我们贫民窟，真是造孽呀。啊，不过也没关系。哎，这个菜吧，哎，这么摘也能炒的呀，对吧，素云？那当然了，我手巧着呢，我炒什么都好吃。嗯，素云都说了这样摘没问题，你骗我。哎，还是我来吧。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欺人太甚，居然要扣掉我们七成的本金，这不让我们血本无归吗？这跟强盗有什么分别？回夫人，钱捏在他们手里，我们也实在没办法。眼下要紧的是把剩下的钱周转出来，想办法保持升值才好。嗯，知道了，知道了。是。娘，这次这个亏咱们吃大了。那可不，做亲家不成，做成仇家了。我们那些钱，现在不取出来的话，到时候肯定一分都不剩。是啊。哎，舒伟，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呢？哎，怎么了？医院把我辞了。啊，辞了？为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哼，这还用说吗？八成又是徐家在搞鬼。徐
徐家不是你们医院的大股东吗？看来他非要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不可。婷婷，多吃点啊，来。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哎，你买的？没有，春花给的，快吃。快吃啊！来，婷婷一块儿。素云。爸爸一块儿。哎，我不要，我不要，我不爱吃咸蛋。不行，吃点咸蛋才有体力啊！哎，好不容易人家能给我们一个，快吃。点蛋黄香不香啊？好不好吃啊？你也多吃一点空心菜，刚才自己摘的，很有成就感吧？我喂你啊。来看看您，好久不见了。照你这么说，徐家吞了我们这么多钱。是，你也没工作了，和强盗有什么区别？都是我不好，我惹的祸，害了你们。这事怎么能怪你呢？我只担心娘这一病，怕是难好。舒涵，娘的心病，还得你这心药才能医好啊。娘，有人来看你了。哎呀，我都变成这个样子。谁都不想见，不见不见。见到这个人呢、啊，您的病就能好一半。进来吧，娘。舒涵，我回来了。真的是舒涵呐、啊，真的是舒涵。是我。舒涵，你回来就好。素云也回来了。娘，这个女人来干什么？这个女人是来干什么的？娘，我……娘，素云想来伺候伺候您，知道您病了、哎。我不需要，我不要见到她。这个脏把戏，赶她出去！锦衣，给我撵她走！娘，听见没有？娘，您生着病动气，对身体不好的。我是个粗人，我知道。但是我能干好多事儿呢，是、啊、我可以给您擦擦身子啊，端屎端尿什么的我都能做。是啊，你听见没有，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是想让我一口气上不来，气死我是不是？这样你就安心了，你就开心了是不是？没有啊，你听见我说话了，赶他走。娘，您别激动，赶他出去。别动气。这样吧，我们出去，我们先出去，你别激动，快躺下。娘，你别生气。原来是这样啊，徐家怎么会这么对待我们？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们先不仁，人家才不义呢，我们有什么资格怪别人呢？你一个人闯，我们全家人跟着你受罪。舒涵，你于心何忍？你心安吗？我明白，所以我愿意回来帮着大哥大嫂渡过难关。你愿意回来？
我一回头，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太好了！舒儿、静怡，你们听见没有？我们赶紧准备，春秀，给我换衣服，我们赶紧去徐家赔礼道歉。娘，您都变成这样了，您怎么去啊？哎呀，不能去也得去。我听说了，珊珊每天呢都以泪洗面，她心里还有你，她还是想着你的。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来不及了。娘，我和素云已经拜过天地了，成夫妻了。静怡，去把那个女人给我叫进来。